大家好，我叫徐志贤，我是一个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的一位歌手，但是已经好几年来我没有机会在舞台上表现，所以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我也要谢谢追光吧，这么好的一个节目可以让我做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些表演。 认识他很久，他都很喜欢唱歌跳舞，是吧？对啊，所以可以看他这样子，我还挺开心。对，啊，哔哔哔哔哔哔，他太厉害了，我不怕说，我觉得他会是追光吧的黑马。我好开心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 我看你有了鸡皮疙瘩了，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跳，嗯，我知道你很喜欢跳，你很喜欢唱歌，而且唱得很好，嗯，所以我就觉得这节目你应该就要叫你来唱，你来啊。谢谢你哥。不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很开心，很开心可以跟你又再一次 hang out， 对吧？我真的很想来，对，超想。我当时表演完之后，我真的有点激动，就是。 我能看到观众，我能跟观众交流，这种机会是已经我好久好久就已经没有，所以我在台上我会笑，我看到他们说啊徐志贤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有人能叫出我的名字，我就会很开心。认识他这么久，然后就知道说终于。